将哎、欸，在美国，啊、年轻人，台湾人的年轻，台湾年轻人，年轻人他是几岁？我跟你讲，就是大概30岁以下。30岁以上就这样说。那个definition 改变。又是40岁一半，40岁以上。所以你看到了，你过40岁生日的时候呢，他就是给你送黑色。啊，送黑色的什么？黑色的耳露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在哪里送？你在你这个公司啊？你要看了、啊、他玻璃就是黑色的，不是公司送，我说同事之间，你的玻璃也送。这我不知道。Birthday， 他就说 Over the Hill。对对对，Over the Hill。That's black。开始走下坡了。